欢迎来到八卦娱乐圈。近日，周深沈阳演唱会圆满结束，再次掀起歌迷热潮。沈阳日报于9月10日刊登了一篇关于这场盛会的报道，赞美之词不断，充分肯定了周深在演唱会上的出色表现。同时，该报道还特别提到了周深即将在央视中秋晚会上带来的两个节目，这不仅是一次高光时刻，更将他推向新的艺术高度。央视中秋晚会周深独唱两个节目成就传奇，在即将到来的央视中秋晚会上，周深将成为历届唯一一个拥有两个节目独唱的歌手，这无疑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周深的两首表演曲目也引起了广泛关注，其一是语法，国著名钢琴家理查德克莱德曼合作演绎的经典歌曲，该节目旨在庆祝中法建交60周年，意义非凡。周深用他温柔而富有穿透力的声音，将这首经典曲目注入新的生命力，与理查德克莱德曼的钢琴演奏交相辉映，呈现出无与伦比的艺术效果。向光而行，周深与澳门少年合唱团联袂献唱自创曲目，第二个节目则是周深与澳门少年合唱团合作演唱的他的原创歌曲《向光而行》。这首歌曲早已在乐迷中引起了巨大的共鸣，充满正能量的歌词和周深动情的演绎，让他成为了鼓舞人心的代表作。在中秋的夜晚，与少年合唱团的童声相结合，想必会为这首歌曲增添一份纯净的力量感。周深再次用他的歌声带领观众向光而行，传递住温暖与希望。周深沈阳演唱会成功收官，歌迷沸腾不已。在刚刚结束的沈阳演唱会上，周深再次展现了他深厚的音乐功力和独特的舞台魅力。无论是经典曲目，还是他个人的原创作品，每一首歌都打动了现场观众的心。在沈阳这座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城市，周深用他的歌声和情感连接起了每一位听众，现场氛围热烈无比，掌声和欢呼声此起彼伏。央视舞台迎来新篇章，周深再次突破自我，此次能够在央视中秋晚会上独唱两个节目，是周深在艺术道路上的又一次突破。这不仅是对他实力的肯定，也彰显了他在华语乐坛独一无二的地位。无论是与国际大师的合作，还是与充满朝气的少年合唱团的联袂演出，周深的表现都充满了期待值。他的多样化艺术风格也必将在这个特殊的夜晚赢得更多的掌声与赞誉。沈阳日报盛赞周深才华横溢，央视中秋晚会期待爆棚。沈阳日报的报道中，不仅赞美了周深在演唱会中的非凡表现，更是为他即将登上央视中秋晚会的两首歌曲献上了满满的期待。作为唯一一个在中秋晚会上拥有两个独唱节目的歌手，周深的实力和影响力毋庸置疑，他将再一次用他的音乐才华和独特的嗓音打动观众的心，粉丝热情空前高涨，期待央视舞台上的巅峰表现。周深的粉丝们也早已开始行动起来，为他的央视中秋晚会节目应援，社交媒体上相关话题的讨论量不断攀升，各类粉丝后援会也在积极筹备应援活动，大家都期待住在中秋之夜，周深能够带来前所未有的视听享受，将这份美好和感动传递给每一个观众。热爱与梦想并行，周深继续书写音乐传奇。从沈阳演唱会的成功到即将到来的央视中秋晚会，周深用行动证明了他的音乐之路充满了热爱与坚持。他的每一次演唱，每一次出场，都在为自己积累更多的荣耀和辉煌。他不仅是一个歌手，更是一位用心歌唱的艺术家，为观众带来最纯粹的音乐享受。央视中秋晚会未播先火，周深成为焦点人物。周深在央视中秋晚会上的两首独唱节目，无疑让他成为了观众和媒体关注的焦点。节目还未播出，已经在各大平台上引发了热烈的讨论，大家都在期待住这位华语乐坛的璀璨之星能够在中秋之夜再次带来无与伦比的音乐体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我们下期再见。